大家好，我是木兰。哎呀，我现在在这个阳朔的新平相公山景区里边，现在正在爬山，山挺陡的，这个石阶还不亚于武当山的。哎呦，下着雨还滑得很，刚才还把我滑一跤。下雨就是不方便，一个手打着伞，今天一着急，三脚架也忘拿了。看看这个有多陡！哎呀，爬相公山。哇塞，这个景色可以吧？为了拍到好看的景色，冒着大雨又开始爬山。哎，我最烦爬山了。哎，没办法呀。这下午都3点多了。下来很时间很紧张了，今天下着雨，今天没办法在车里住了，雨下这么大，哎，这得要爬多高啊？哟，这现在。应该朝左走啊，朝右走啊。哎，先从这个上下看一看，这边是什么情况？铺的这个道还防滑，可是这个是下山的路吗？还是上山的呀？哎，爬了半天，这有一个分支了，我不知道是哪个路是对的。这边是一个观景台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有一个大的观景台呢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哎呀，这就来对了。呀，给大家瞧瞧，哇塞，美死了，好美，好美，好！